例行的配对版做好了，当对的卡片放上去的时候，按下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测试看看，这是配对版。好，也且有灯光。那做法呢，就是幸福发声器的变形。好，那我们会在其他的连结说明，好，再给大家看。然后这上面可以贴图哈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测试看看，这是配对版。